派出所，警察正在监视着犯人。哎，犯人好像没什么异状，确定好 ？OK， 看起来是 OK 的。我怎么可以被抓住呢？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。我应该怎么逃出去呢？警察在干嘛？他正在发呆的样子，自己跟自己玩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要趁机逃出去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机会呢？一定要想办法偷偷的拿到钥匙呢。我摸了一下我自己的头，我要想想办法。觉得好无聊哦，我就在看守一个犯人呢，要怎么办呢？假装肚子痛，叫他过来好了。啊，我肚子痛，这好痛哦！我抓着栏杆大喊：警察，警察，警察，快点来！快点来帮我，肚子好痛哦！警察，快点过来！过来了。他叫犯人闭嘴，吵死了，小声一点。嘘，好痛啊！警察，警察，我一直摇着栏杆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。才懒得理你了，闭嘴，小声一点。嘘，你安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这招没有用，我应该要想别的办法，对不对？还想什么办法呢？我来大叫好了。怎么了吗？啊？怎么躺在地上？我赶快去看他，是不是晕倒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来去摇摇看。醒醒啊，林平安呐、啊！这时候假装死，但这时候抓住了警察。别跑，我要出去。林平安呐、啊，给了警察一个过肩摔。林平安呐、啊，把警察压在地上，趁机逃跑出去了。跑掉了，犯人跑掉了，快点去追他回来。林金安呢？跑去躲起来了，跑到哪里去了？我要去追犯人。林庭宇投胎出来，警察好像走掉了，再打投胎回去。犯人怎么不见了？跑去哪里了呢？警察正在一间一间的搜索，看有没有犯人的踪迹。没有，发现警察不在，我要快点逃走。这时候林一星冲过去，警察还追来了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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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抓到警察，不对，抓到犯人了，快点抓去波利那边。我上警车回家吧。好，警察终于把犯人抓回来，乖乖的抓回监狱里面了。这次就是警察成功完成任务，耶！耶！我一定要再想办法逃出去的，耶！耶！